尊重嗰啲標記，
突然嘅，我自己覺得我唔會推崇呢啲咁樣嘅嘢啊，即係我係著住曬嗰啲人哋周街啊，所以我哋唔係好強呢樣嘢。其實我覺得最重最寶貴嘅就係呢啲人，佢加入我哋嘅協會嗰啲人，都要願意做啲嘢。所以咧，我覺得我哋呢個會係需要去問去知。每個人喺呢度，你想做啲咩？我哋雖然有個圖章，我哋有啲方向，但係呢啲係寫出嚟嘅。你記得幾多條？你記得幾多？我諗會嘅。不過好需要嘅就係一啲真實嘅事。今日嘅呢個會要做乜？因為要回應係今日嘅教會、今日嘅社會需要，唔係回應20年前嗰個教會嗰個社會需要。否則我哋嘅生命係死嘅生命，唔係活嘅。所以我覺得今日我哋喺呢度咧，其實透過我哋以往嘅回顧，如果我哋諗翻，咦，佢哋當時係想做啲嘢，咁佢哋咧就提醒我哋，老友，你今日想做啲乜？呢個我覺得係生命嗰種關係，生命嗰種呼喚，生命嗰種現在唔係過去嘅事。現在是什麼？我覺得上次給我們生命，我們在這個墳地有寧靜，我們有記憶，我們也有恐懼，我們也有希望，是很複雜的，人就很複雜的了。但在這些複雜裡面，我們就嘗試去找，去看，去看天主的啟示，天主的說話在哪裡。在今天我們看到福音是很動人的一段福音。耶穌去到這個家庭，他們的兄弟已經過了身。馬爾大，今天其實馬爾大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。他的角色是什麼呢？他捏了耶穌，他的祈禱是很重要的。他的祈禱是逼耶穌去做一件事，就是服他的弟兄。即是他說我信的，但你如果求天就一定得，他是不放棄這種機會，看下去不可能，但他求。其實我們需要很多時候就是不可能的事，我們說可以的，因為我們耶穌基督。所以耶穌基督復活拉撒，我覺得很大的成分是因為有人提出一個意見，事就成。如果沒有人提出意見，沒有人提出一個方法，沒有人提出一個遠景的時候，無事可成。耶穌基督使拉撒復活，呢個復活我哋會當然係一個奇蹟。哇！佢會出翻嚟，會講説話，會食飯，會等等。但係呢個復活係使到生命再次重新運作呢樣嘢。我哋成為一個教會嘅聚會，我哋呢個有機體係可以運作嘅咧。我想是靠我們那種向耶穌基督那種不要放棄，你是和我們一起的，所以那個可能性的事的發生是因為我們求，我們信耶穌基督會和我們一起。如果我們不求，我們不信，我們不說，我們不計劃，我們不去想，無事可成。我們要重複一些東西，我們借到我們影響機，所以這個會可以成為影印機，可以在博物館裡面參觀。哇，那時候是開始了，因為今天已經沒有了。我想今天我們要記得我們的以往回憶的時候，無論他們做了多少幾事，但是這個心願沒有了。我覺得今天我們在這裡耶穌基督給人復活的生命的時候，我們說在耶穌面前，我們願意去繼續我們以往的心願，就是去做一些事。怎樣做？我們大家要商量，大家要提醒我們現在處理的事情需要的。因為呢，每章所寫下來的是詞來的，你怎樣解釋？需要的就需要現在這些解釋去看，去落實，千萬不要
十年做咗呢樣，於是我哋做咗十年前嗰啲嘢。耶穌基督永遠係今日，係現在嘅耶穌基督，即係話係活嘅天主，唔係死嘅天主。如果我哋嘅生命要反映出耶穌基督嘅時候，我哋要活嘅生命，唔係死嘅生命。所以今日耶穌基督有一啲人聽耶穌嘅説話就係雖死猶生。我哋以往嘅兄弟姊妹，佢哋呢種投身嗰種意願可能好微細。天主唔係時時咧整到個個都好似咁大聲、好細聲，佢哋做事好少嘅啫。亦都鼓勵佢咩？唔使怕你嘅能力，但係唔緊要做啦。呢個係天主嘅邀請嘅歡迎禮。我哋唔需要人哋㗎，我哋唔需要個個都一樣咁樣，不過能夠去付出就得。我諗呢種嘅歡迎咧，就係生命嘅延續。我自己覺得我哋以往嘅兄弟姊妹，佢哋生命係延續嘅。今日我哋都會嚟到耶穌聖誕，呢個耶穌係乜嘢？包容萬物嘅耶穌基督，包容咗我哋以往嘅兄弟姊妹。都包容我哋，所以我哋喺耶穌基督裏邊咧係具有，喺耶穌基督裏邊係冇時間，佢係歷史，佢係宇宙，喺佢之內我哋有天。所以過去住呢陣時，我覺得係好難得嘅，因為隔離住都冇乜機會大家一齊嚟舉行弥撒嘅。我哋只會喺呢個最線嘅時候，我哋都冇乜叫做。紀念其他啲日子係有離失，係咪啊？就職都冇離曬噶，但係今日係咩啊？所以多謝咧，以往嘅人佢俾我哋嘅機會，使我哋咧諗多啲，為我哋嘅會嚟到祈求上主，俾佢生命嘅能力。我哋都祈求上主咧，俾我哋以往嘅兄弟姊妹，耶穌基督。呢、这個宇宙嘅救主嗰度高，亦都透過佢哋嘅內部咧，使到我哋能夠恩恩得佢，有一日嚟相聚，就係、是、因為我哋曾經為呢個會做少少。